被问和张柏芝有无可能复合，谢霆锋15字回复太心酸，网友听完狂点赞。第一次在荧幕前认识张柏芝时，他出演周星驰的喜剧之王，当时的张柏芝精致粉嫩，惊艳了一代人。张柏芝，可大多数漂亮的女子命都不好，后来的嫁给谢霆锋，还为他生了两个孩子，最终还是没能换来丈夫的爱。如今的他离了婚，带着两个儿子。Lookers and Quintists Mew Lookers and Quintists Mew。 张柏芝与两个儿子。张柏芝是一位称职的母亲，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孩子，把谢霆锋的两个儿子照顾得聪明可爱又有教养，连婆婆拉姑都曾夸赞她是个好妈妈。张柏芝与谢霆锋，而谢霆锋离婚后与两个儿子见面的时间很少，但至少谢霆锋有一点表现得很男人，他从来没有说过张柏芝的半句不好。如今的谢霆锋也与女友王菲相处得很好，虽然两个没再领证，谢霆锋与王菲。昨日男方被问和张柏芝有无可能复合，谢霆锋15字回复太心酸。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，珍惜眼前人。既然当事人都已经释怀，我们这些局外人又何必再搅和。谢霆锋。不少网友表示喜欢谢霆锋的这份释然，纷纷点赞，也祝福张柏芝能早点找到他的真命天子。谢霆锋的父母谢贤与迪波拉是香港着名演员，离婚已久，谢霆锋上有姨妹谢婷婷。谢霆锋自小就在娱乐圈，让传媒新闻从小总会自动找上门。谢霆锋对这种生活很厌烦，曾为被记者追访而从三楼跳下。香港着名传媒人查小新也曾说过，谢贤与迪波拉当年均是红透半边天，皆郎才女貌，从恋爱到结婚受到全港关注。从迪波拉怀孕的那一刻起，这个孩子已经生活在媒体的镜头之下，也就是说谢霆锋还未出生便已经成为人人关注的明星了。谢霆锋从小就被媒体追着拍摄他的家庭生活画面，身边也总是被名人包围。由于其父母的关系，香港演艺圈很多长辈都是看着他长大的。他自己曾回忆说，儿时梅艳芳曾经抱他上洗手间，长大后遇到梅艳芳都会不好意思。迪波拉本身是孤儿，对儿女家教甚严，但风流成性的谢贤和迪波拉的婚姻最终解体，给谢霆锋的童年留下难以平复的伤害。为了让谢霆锋和妹妹谢婷婷避开媒体成长，谢贤一度举家迁往加拿大。然而谢霆锋这个天生的明星还是误打误撞在12岁时就拍摄了自己第一部作品写真集《南城市惊喜》。
12岁的他已经明星相十足。虽然喜欢唱歌的谢霆锋自小拒绝加入娱乐圈，但谢贤生意失败而不得不与英皇娱乐签下长期合约，为还负债。从此16岁的谢霆锋开始出道。